超跑帕加尼千万封神集讲。封神集讲讲紧嘅唔系十月打风暴，而系嚟自意大利嘅超跑 Pagani Wyvern。呢部 Wyvern 上个礼拜至新鲜到港，仲系比较罕有嘅犹太版添。虽然今次冇机会试车啊，但可以咁近距离接触呢个身价大约1370万港纸嘅封神，当系朝圣都心满意足啦。呢个封神前年开始喺意大利北部厂房以人手量产，唔计引擎同波箱都有超过4000个部件。亲自嚟现场睇，的确感受到外外内内都咁有艺术味道噶。外观上呢 ，Fiver 比起大脑 Sunda 优雅啲，但都有唔少夸张抢眼位噶。用咗 F1 规格嘅碳化钛底盘。同埋全车都系用咗极多碳纤部件，当中以车头嘅巨型扰流最显眼，睇落十足贴住地面咁行。另一样卖点呢，就系前后左右共有4片定风翼，喺高速过弯嗰阵由电脑控制角度，增加内或者外侧嘅下压力，稳定翻车身。打开同样系碳纤制嘅引擎盖，行李箱里面都配咗专属嘅皮肩。连埋车入面嘅西装套，一套7件，成为20000蚊欧元，好得惊人啊！至于中置引擎咧，就系由 Mercedes-AMG 主理嘅6公升 V12 双涡轮增压机器，输出达到760匹马力同埋1000Nm扭力，完全系超跑之中嘅超跑规格。极速达到每小时370公里，由0至100公里加速只系要3.2秒啫。内容咧同样精彩，枣红色嘅皮衬大量碳纤，摸上手都好软爽。灯效又可以随心情变动，好似战斗机咁嘅色位即刻变色，够晒型啦。而且仲多咗套意大利顶级音响，两边有高中音单元之外，色位后面仲有用碳纤为整嘅超低音音箱，斋系呢个 option 都要50000蚊欧元啦。哇，夹夹埋埋一个字，贵啊！好似我哋啲打工仔，除非中六合彩啦，唔系呀，忍下好啦。